我们的情绪好，我们的身体好，我们才可以去照顾被我们照顾的人，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。没错，再者的话，我们这一条路才可以很勇敢的继续走下去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没错，5月17日每周五晚间9点，好好的我们。